宝哥他真的在我们专辑当中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都有做了非常多的创作。我们带来他最新的创作叫做《告别单身派对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歌真的不容易，写一个这么嗨的歌，给我们的鼓手文伟掌声鼓励鼓励。Yeah！
我们再回来演一首曲子，这曲子在收录在我们第五张专辑里面哦，因为5年前的创作了哦，那也是我们吉他手的作品，那就是用这个歌来希望大家今天的下午有一个非常棒的幸福的时光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。你们觉得今天下午在这边听我们演出幸福吗？幸福。耶、yeah, ，谢谢，我们也觉得超开心的，看到这么多观众，然后哇，这个天气又不是太热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棒。我昨天晚上到的，然后到了，整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嘉义怎么那么棒啊，比台北棒多了，给我们自己嘉义掌声鼓励鼓励。哇，我觉得这嘉义的街道比台北还干净哎。对，哇，这柯文哲你给我出来啊，不是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还想再听一首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主办，我再给你好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后面那个团体，不好意思，让我们再演一首。我们带来我们吴宪荣的第三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非常棒，我们吕宪伟老师的创作，叫做《爱的柠檬水》，希望大家有非常愉快的下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什么，我们是无限融合。Thank you。是无限融合乐团。爵士乐呢，有爵士乐的创造力，有流行音乐的亲和力，加上我们这古典音乐家的这个细节处理哦，不愧是无限融合乐团，把我们爵士乐玩出了不同的新高度。再次给他们掌声！每一首歌曲都是全新创作，赶快去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内容，还有 YouTube 上面也都是我们无限融合乐团全新创作的这个单曲哦。希望大家每一年都要追踪他们，每一年都有新的作品产出哦。好，等我们这个中间休息的一点点时间呢，我们又有小伙伴要来发问卷啦。记得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抽奖，在 ending 的时候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，那要填问卷。